墨子号呢，作为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啊，它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呢是实用型的，就实现了超远距离的星地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那么同时呢，它有一个非常基础科学的研究目标，就在空间尺度啊开展严格意义下的爱因斯坦所指出来的量子力学非定性的验证。大家都知道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啊，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综合起来，所以它有些模型呢专门提出来来检验，就怎么把它给就是说是协调起来的这种更广泛的模型。那目前我们做的一个实验表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个量子引力一个模型是关于叫 event formalism 的这么一个模型啊，它目前是不正确的，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表明呢，有些理论方案本身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公众呢常常对量子科技啊会有两方面的疑问，那么第一方面，他觉得量子力学怎么会这么奇怪，它本身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到底如何。那么第二方面呢，在这个量子信息技术在推向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经常会担心这项技术啊是否已经成熟。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用的手机啊电脑啊等等等等都是量子力学的根本的成果，所以它本身的科学性啊已经经过近百年的证实呢，是已经很好的建立了，只不过我们在大学里没学过，所以大家不太了解，对它的奇怪现象有疑虑。那么第二我想说的是一个创新性的成果，从它的产生到得到广泛的应用啊，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公众接触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是大家照相机，你的图像跑到这个相机里面去，大家觉得我的魂都被吸到里面去了，大家都不敢太用这个照相机，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不靠谱。所以早期量子信息被人家呢，有些人会认为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伪科学，但是它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大家对它科学性不怀疑的，又觉得这个技术啊不怎么成熟，现在因为还没有走向应用嘛，广泛应用。所以呢，这可能一方面由于我们中国在做很多技术的时候啊，主要是长期的跟踪模仿，所以呢，我们可能自信心对自己有领先的技术出来之后啊，自信心还是不够的。但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党和国家的支持啊，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创新性的成果呢，是走在世界的前沿的。那么所以得到一种自信。那么等到在广泛应用之后，像手机山寨版都能造了，大家又会觉得这个手机呢不再神秘了，不再是新的了。只有大家认为这东西没什么稀奇，不再新的时候啊，这个创新的过程呢才真正的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量子技术呢正在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才需要进行呢大量的科普工作。那么你刚才说量子通讯对公众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其实信息安全呢，不仅对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每天的银行的转款，你的银行的账户的信息密码都是不能泄露的。然后将来如果有无人驾驶的时候，远程控制汽车系统啊，你是不能，要尽可能防止被黑客攻击，不然的话车辆行驶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所以量子通信呢，作为一种原理上啊，可以提供一种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手段啊，其实是可以大幅度在未来呢提升我们信息安全的水平。所以目前我们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呢，正在努力扩大量子信息技术的覆盖范围，通过降低成本啊，争取能够早一点呢让大众啊都能够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